好，我叫 Linda， 我是瑜伽老师。说吧，我之前是非常害羞的。你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什么项目？我带来项目的话，我是全球的，就是全球那个瑜伽，就是工作坊。嗯，在全球瑜伽工作坊，如果说你的会所或者是你是出镜了，对，如果说你的会所需要瑜伽或者是需要康复，然后呢需要就是骨盆吗？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是有腰椎的疾病，80%以上的人都有骨盆或者是腰椎，就会导致那个腰会不舒服。所以我你会给他上，就是你到他那里，就你们的瑜伽会所是可以到他那里去服务，还是要他到你这里来？我们是全球飞的，来，别走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找镜头。对，我们是全球飞的，镜头在这儿，对，镜头在这儿，OK， 太漂亮了这里。然后的话，就是不管你是在西雅图，或者是在拉斯维加斯、休斯顿，对，在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就是直接可以联系你，直接联系我。项目可以到他那里去，对，直接联系我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话也在筹办一个项目，就是300万到1000万的一个这个项目，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建筑一个就是这种，就是瑜伽就是慈善性的这个会所，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在组织这个项目。如果说你对这个就是帮助他人呐、然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，我们你希望在这里跟这个平台来募捐这个项目是吗？大家可以，就是因为好事嘛，大家一起来做嘛，反正都是我是这个瑜伽的受益者。OK， 那我是希望通过就是这个就是大家有就是大家有这种意愿的，因为都是有这种意愿，都有很有爱心嘛，都是有这种意愿，然后呢想要帮助人的。然后这种legacy 对吧？就是子孙后代啊，都是可以造福人类的。OK， 事情可以大家一起来做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